景区建造以后啊，解决了我们本村家门口就业，达到40到50人左右的就业问题，解决了村民的稳定征收，解决了尤其那个优先雇佣我们一些那个建档立卡贫困户。我这就是一个月就是2800，没从事保安，以前呢也就是打点小零工，这变化相当大了。